台北市长柯文哲上节目，批评政府说采购疫苗没规划，是想让全民打两剂高端。现在因为死了800多人，政权不保，才不提高端。想问一下部长怎么回应？谢谢。死了800多人才怎么样？可能说，死了800多人，政权不保，才不再提高端。想问一下部长怎么回应？800多人跟高端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我想这不知道呢，可能你转述或是怎么样，我想这有一点逻辑上我听不太懂，等到我了解以后再跟你回答。